走路紧，都爱小心细腻。做什么苦？这些妖怪危害人间，可怜呐、啊！竟然被他白虎吞下了腹，敢那剩只肉佮骨头尔，究竟是何人？联络人哦，听起来，伊就是怪车哥，这是要你何事好？既然为着阮明娘，准备移花接木，施展法术，上他复活就是妖。切姑啊！三位，我来去阎罗王啊！我拄着一个好嘞大草鸟，有够大只啊！放心啦、啊，当你上危急的时阵，我出手相救，白虎已经离开。我知啊，我要去做官，你敢知啊？我要跟你同款啊！我老爸啊讲哦，我唔免三工哦，我就倒转去啊！你走路哪会怪怪？走路跟你同款啊！小心鬼啊一个啊！快点！不会伊脚当骨啊！无事无事，啊你若无伫个厝内，走对车来呀！因为你要做官，我袂使红笑，我要去做官。你也要做官？当家人啊！一世人我无可能啊！你有读书吗？你捌字吗？那咧看破，倒转去恁厝。真正爱死这条心哦！是啊，凭你的才情。你个人扮，一世人互爸母饲就好啊。若非我若是吼，无做官，你有做官，你来甲阮老爸仔讲，毋是我吼贪生怕死，你甲伊讲哦，科技经过为三天，科技经过三天，嘿啊，算你爸母行到位，我爸母行到位，好好好，我替你暗扣。袂使讲我无爱去做官。我知影，好，保重哈。谢你。哦，我知影，也是爱情啊。想会到无上困难，好得加塞，我及时赶到位，今若无我车过，明仔载等死，这只白虎要好好处理。